对，不是讲老高，是老高，是老高，老高，哎，福建人就，那是啊，你不是啦，黑化了，黑化了，是啊，差不多了，嗯，所以你喜欢什么歌？方言歌曲，流行方言歌曲啊，以前那个浪子心声，不是福建人，不是福建哦，来自广东，你会吗？一起来，那他副歌部分，副歌我怎么唱？那个命里有事，终须有；未来无事，莫强求。分散与感，对不对？对，唱这首歌就想起最近不是有一个人中700万，一个人中。对呀、啊，对，真的是对，我都有在看我那个照片，那个号码哦，那张 ticket 哦，跟那个号码是一样，他买五对号，最后一对，哇，700.728亿元，厉害，哇，对不对？就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啊，真的是，命里无时莫强求啊。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，最近非常流行。最近非常，这首歌其实是广东的，对，而且是君喜欢的，君最爱的，我好喜欢啊！他常常唱给我们听的。对啊，一二三，我哋呢班劲歌一对。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让这个乐队让他们有多一点时间准备，准备，所以我们这个串场一下。是是是。唱场大家还开心吗？还可以吧。大家等了，大家等了那么久，是不是为了听我们唱歌啊？啊，真的吗？刚才费先生说了，他的上一个演唱会是2008年，哎，我们三个之前的演唱会是2002年。哦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有演唱会？是啊，起来了，你快跑好起来了。时终须有啊，对，这样发演唱会就是恭喜他们，是是是，离分会12月12号了，对不对？刚才贝贝给了你什么多少钱了？他说怎么唱？做的特别来宾。哦，真的吗？非常特别，他们在哪？没有啊，不是那贝贝 ，yes， 12月12号，记得。对，所以现在讲这首歌，但讲到说。异性跟他喜欢比异性，所以换名字。异性呢？对，奇遇，喜欢这个。这个其实是他的最爱歌。我要问花从哪里来 ？OK 啦，我是林奇遇了，这个应该好吗？我妹叫林奇奇的。哇！那你爸爸是林老北是吗？不是，他就是单林单字北啊，林北啊。哎，我妈妈在耶，今天。林露，妈，你在哪儿啊？那个收音机。妈，小时候给他学音乐就是这样，对，学大众的。哎，在大众面前，拿很胖，摆他们上桌，是摆出点香台，哎，一个一台，哎呦。其实我们这一段，我们自己拉塞的时候，没有什么讲话，已经23分钟了。是，起先出来讲到1:30。